今天在宫廷担任禁卫武官的李密，像往常一样在殿外宿卫。隋炀帝与亲信大臣于文述一起走向李密当值的宫殿。当隋炀帝走到李密近前时，突然放慢了脚步。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上下打量了李密一番，然后径直走入殿内。刚随皇帝走进殿里的于文述很快又出来。这位皇帝的宠臣告诉李密，贤弟天资这么好，应当凭借才学取得官职，宫廷侍卫是个繁琐差事，不是培养贤才的地方。听了于文述恭维的话，李密好像很受用，高高兴兴地称病辞职。李密明白是皇帝不喜欢自己，让于文述打发自己离宫。这小子顾盼的神采很不同寻常，不要再让他在宫里宿卫了。这是隋炀帝见到李密后做出的评价。李密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家庭，父亲又是隋朝的功勋之臣。这时李密刚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，成为蒲山郡公，并作为贵族子弟在宫里当差。在这个讲究门阀出身的时代，李密本该仕途通畅，就因为当朝皇帝的这一句话，李密的命运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。既然在大隋朝晋升无门，李密只好另寻他路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。隋炀帝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正是这个被自己赶出皇宫的年轻人，十几年后对大隋王朝发起了致命的攻击。桃李子得天下，皇后绕扬州，婉转花园里，勿浪语谁道许。隋朝大业年间，这首名为《桃李章》的民谣广泛地在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百姓之间流传。方士安家陀称这首民谣预示着李氏将得天下，建议隋炀帝杀尽李氏人。大臣李浑被认为可能应验预言，一家有32口被毒杀，其他人全部流放岭南。一时之间，满朝李姓大臣人人自危。东都洛阳有一位名叫李玄英的人，研读这篇民谣后，认为这篇民谣预示着李密将成为天子。李玄英离开东都洛阳，到各个山寨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真命天子。他每到一个山寨，就声称斯人当代隋家。别人问其原因，李玄英就解释：桃，桃也，桃李子得天下，预示着逃亡的李姓人将会得到天下。皇后绕扬州，婉转花园里，预示着皇帝与皇后迷转于扬州，将不得回来。勿浪语谁道许，是让人们不要乱说，守住秘密，落在一个密字上面。因此这篇民谣预示着李密将会得到天下。与此同时，还有李密的亡者不死的故事广为人知，同样预示着这位李姓子弟将成为天子。离开隋宫后，究竟在李密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，使得谶言和亡者不死这两种传说都同时指向他一个人？公元613年，大隋王朝的局势还可控制，起义军主要发生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地区，主力是逃避征役的贫苦农民。
隋炀帝无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，悍然发动了对高句丽的第二次战争，促使起义进一步发展。在黎阳（今河南浚县）负责督运粮草的吏部尚书杨玄感认为机不可失，趁机发动叛乱，而杨玄感的首席谋士正是李密。李密和杨玄感这两个人呢，都是官僚家庭出身，两个人又是文静之交，关系非常好。说有一次，杨玄感就问李密：“假设中原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，咱两个是你强啊，还是我强？”这李密也毫不客气，跟杨玄感说：“要是论领兵打仗，阵前部队冲锋陷阵，那我不如你。要是论招纳天下的英才，策划战略战术，那你不如我。”这就是啥意思呢？就是杨玄感呢善于领兵打仗，这个李密呢善于出谋才华，所以杨玄感要起事呀，必须要有李密这样的参谋。李密给杨玄感献了上中下三条计策。上策占据幽州，截断隋炀帝后路，使御驾亲征的隋炀帝腹背受敌，不战自溃。中策西入长安，占据关中，让隋炀帝有家难归。下策就近攻打洛阳，胜负难测。杨玄感认为跟随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官员家眷都在洛阳，占据洛阳可以动摇军心，如果连近在咫尺的洛阳都拿不下，怎么能够树立军威呢？杨玄感最终选择了下策。杨玄感有勇无谋，李密一次次的谏言都没有被采纳，李密预感到杨玄感会失败，然而两人是生死之交，他没有选择离开。两个月后，杨玄感兵败自杀，而李密等人将被押往隋炀帝在高阳（今河北定州市）的行宫问斩。路途是如此的漫长，前方等待李密的是死亡，比死亡更残忍的是刑罚。烹刑、车裂、千刀万剐，他不知道隋炀帝会如何处置他们。李密这时才32岁，不能就这么死了，看似必死的结局，他也要给自己找到一条活路。我们的性命如同早上的露水，如果被送到高阳，一定会被剁成肉酱，眼下在路上还可想想办法，怎能送去遭受酷刑而不设法逃避呢？蝼蚁尚且贪生，更何况人呢？听李密说还有可能活命，同伴表示同意。李密让同伴把身上的金子都给他，李密拿出一部分送给押运官：“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些金子都留给您，请您用来安葬我们，其余的都给您，报答您的恩德。”押运官贪图金子，很高兴地收下。一路之上，李密每晚都请他们宴饮，押运官慢慢习惯了，对他们的看守渐渐松懈。那这从一个侧面也能证明隋朝政治的腐败，因为他的押运官他收受贿赂成为一种官场的潜规则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，被押的囚犯他随身要带一些金银，他可以保全性命，也可以在押运的途中使押运官对他不至于造成人身的迫害。当他们走到邯郸一个驿站时，李密灌醉的押运官逃出升天。从此李密开始了流亡生活。李密到山东平原县去投奔起义军首领郝孝德，郝孝德不以礼相待。李密又到齐郡邹平去投奔王勃，
王勃也没有重用李密，李密再次离开。天地之大，难道就没有李密的容身之所吗？金风荡初节，玉露凋晚林。此夕穷途事，欲逃伤寸心。野凭家苇合，村荒篱惑深。跳听梁多感，岂以独沾巾。沾巾何所为，怅然怀古意。琴俗犹未平，汉道江河际。樊哙仕景图，萧何刀笔利。一朝时运会，千古传名世。既言世上雄，虚声真可愧。那时李密隐匿在今河南周口地区的一个小山村中，化名刘志远，以教孩童读书度日。此时处在人生的最低谷，郁郁不得志的他，想到古今英雄的往事，不觉悲从心来，写下了这首《淮阳感怀》。正值凋零的秋天，一个穷途之士想起了秦末汉初的时候，也是天下大乱，汉朝的盛世却看不到。樊哙不过是个杀猪屠狗的市井之徒，萧何原本只是个刀笔小吏，正赶上风云际会的时候留名青史。既言世上的英雄，不要虚度一生。吟罢这首诗，李密热泪成行。什么样的人会在一个小山村含泪做出这样的事？李密的这首《淮阳感怀》再次泄露了他的身份。经人举报，当地太守派人捉拿李密。已经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李密，对周围的风吹草动充满了警觉。太守派来的人还没有赶到，李密就已经逃跑。无奈之下，李密来到了雍丘，今河南省杞县，投奔担任雍丘令的妹夫邱君明。邱君明将李密藏匿在当地一位游侠王秀才的家中。李密与王秀才的女儿结为夫妇。长期以来，李密都是颠沛流离，狼狈不堪。这时他享受到了家的温暖，衣食无忧。中国有句谚语，温柔乡是英雄冢。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文公，还是此时的李密，都免不了被安逸的生活消磨意志。然而命运却无情地摧毁了李密幸福的生活。邱君明的侄子向官府告密，王秀才家被随兵包围，李密刚好外出幸免于难，他的家人却全部被处死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孟子的这段话正是李密所遭遇的一切。家破人亡，李密的命运被历史的洪流无情地裹挟着，一步步走向那条常人羡慕的英雄之路。当事人却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只要隋朝存在一天，李密就会受到死亡的威胁。本来要沦为常人的李密，心中再次燃起了推翻隋朝暴政的斗志。大鱼化龙，势将掀起滔天巨浪。
当时在河南地区有不少人聚众为盗，李密开始往来于各个首领之间，向他们游说夺取天下的谋略。在济阳（今河南兰考县），李密结识了当地义军首领王伯党。王伯党后来率领自己的起义军投奔了瓦岗寨。李密观察各部诸帅，也认为瓦岗寨最强。瓦岗寨的寨主翟让本是东郡的一名法曹，因为犯法将要被处死。玉立认为翟让骁勇不是常人，悄悄放走了翟让。翟让逃到瓦岗（今河南滑县南），聚众为盗。与翟让同郡的单雄信聚集一群年轻人前来投奔翟让。徐世绩当时居住在渭南县（今滑县），只有17岁，有勇有谋，也来投奔翟让。他们以瓦岗山为根据地，故称瓦岗军。徐世绩劝说翟让，瓦岗附近都是乡亲，大都认识，不应该去侵犯抢掠他们。荥阳梁郡是汴水流经的地方，我们抢劫行船，劫夺过往商人，就足以自己。于是瓦岗军进入荥阳梁郡（今郑州商丘一带），抢夺公司船只，因此供给充裕，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，队伍慢慢发展到10000多人，成为河南最强的一支农民军。公元616年，经王伯党引荐，李密加入了瓦岗寨。刚到瓦岗寨，李密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几个月后，李密的身份暴露，有人知道了他是曾经参加杨玄感起义的李密，是隋炀帝的头号通缉犯，暗中怂恿翟让杀掉李密。因为李密的社会地位很高，家庭也是43公，本人又是普三公，再让啊，包括翟让领这帮子人呢，地位是社会上一般人地位很低，他就认为呢，像李密这样人跟我们在一块儿，是投奔我们或者在一块儿是不能光杀的。他已经成为朝廷重点关注的一个钦犯，如果瓦岗军贸然收留的李密的话，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和注意，可能会由此招致隋军的镇压，给瓦岗寨带来灭顶之灾。屋里，翟让召集瓦岗寨的将领商议处决李密之事。屋外，李密静静地等待着，是生是死，取决于会议讨论的结果。终于，瓦岗寨聚义厅的大门开了，是王伯党走了出来，李密被松绑了。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使翟让决定不杀李密呢？当时在帐中听了翟让要杀李密的想法，单雄信和徐世绩都同意杀掉李密。那就杀。关键时刻，王伯党挺身而出。李密是个亡命徒，在穷困无赖之际来投奔瓦岗军，这时杀之不易。既然李密自负才华，能说会道，就让李密去拉拢周围的散乱人马。如果李密不能为瓦岗寨拉来人马，对我瓦岗寨无用，杀之可也。王伯党能够说出这番话不是偶然，李密刚来瓦岗寨就预料到自己特殊的身份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，拜托王伯党关键时刻替自己求情。翟让等人也是因为走投无路才落草为寇，同样是落难的李密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？翟让听了王伯党的话，放过了李密，让李密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在这个绿林好汉里边，他是也有一个潜规则，就类似于纳一个投名状。我们非常熟悉就是水浒，林冲在上山之后，那白衣秀士王伦也让他下山去那个投名状上来表明他的诚意。那么李密如果真的下山，他把这个事儿办成了，他能够证明自己是诚心的，他是忠心的，他有这个能力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可以为瓦岗寨带来一些财富，也可以招揽一些人才。
李密又进一步通过王伯党向翟让献策。如今皇帝昏庸，百姓怨恨，隋朝在攻打高句丽时消耗完了精锐部队，又和突厥断绝了友好关系。眼下皇帝正在巡视扬州、越州，撇下了洛阳、长安，这正是像刘邦、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时机。凭您的雄才大略、精兵强将，夺取洛阳、长安，消灭凶残势力，灭亡隋朝，绰绰有余。听了李密志向远大的一番话，翟让很震惊。然而作为盗匪，在乱世之中能够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，灭亡隋朝，成就霸业，这是翟让从来没敢想的大事。虽然翟让没有采纳李密的建议，却从此对李密礼遇有加。凭借瓦岗寨这张颇具实力的底牌，李密再次游转于各个山寨之中，向他们游说自己夺取天下的策略，拉拢这些人加入瓦岗寨。开始这些人不相信李密所描绘的宏伟目标能够实现。随着李密屡次与死神擦肩的故事广泛传播，以及桃李章在民间广泛的流传，有些人也开始怀疑李密就是预言中将会取代隋朝的真命天子。有些首领聚在一起讨论李密和他们说的事，现在人们都说杨氏将灭，李氏将兴，能够成就王业的人不会死，而李密多次死里逃生，莫非李密就是将成就帝业的李姓人吗？古人都十分迷信，谶言以及王者不死两种说法，使他们开始相信李密就是天命所归。当李密返回瓦岗寨的时候，跟随李密的人有好几百人，他们中有其他山寨的首领，也有像李玄英这样的英才，还有各地的豪杰之士。李密成功地为瓦岗寨拉来不少人马，向瓦岗纳了一份完美的投名状。翟让看到豪杰们都依附李密，想采纳李密的建议，像刘邦、项羽那样大举义兵推翻暴政。可是翟让本是个小富即安、胸无大志的人，因为走投无路才落草为寇。这时翟让仍然犹豫不决，究竟李密还要怎样做才能使寨主翟让采纳自己的建议呢？